继续来看吼，1786肖先生讲伊的这個芭乐树呢，为什么香香吼刷来西蒙有附那个照片，麻烦老师看一下。因为刚才那个朋友讲，芭乐金尾爱啊，哦啊，伫叶啊，一个叶茎吼，叶啊吧，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你又看呢，一大一大红红，一大一大红红，啊，足像缺磷的吼，咱讲啊，欠磷啊，这个诶，安尼红个红个吼，啊，这通常诶，拄掉掉时阵可能是一尾尔，然后啊，即马严重起来就是一丛呢，规个拢掉掉吼，啊，这种呢，应该那无啥物意外呢，当该讲这是芭乐的一个癌症了吼。啊，这无啥物通好，有这只有有人讲啊，是安怎讲叫做癌症吼？癌症是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哈。啊，这种物件嘛是同款，这类疾病吼，那早期发现的时阵，凡是有法多医啦哈。啊，那较慢一点嘛呢？啊，这个得真歹来个这处理哦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几率就啊越愈慢发现吼，伊的这个啊几率得愈低啦吼。就讲要死的要救等啊，这几率得愈低，要死的机会得愈大吼。真的是有一点啊，咱讲真吼，这物件真正是不好处理的吼。啊，当然真侪人讲啊，我灌啥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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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啊，拢有效啊，拢无效安尼吼，拢无一个足稳定的一个效果啦吼。所以啊，伫遮要甲好朋友讲，就是讲这是芭乐的一个利枯病吼。啊，这种物件是安尼，有当时伊是一种的一个复合感染，比如讲。伊颈部有这个有做不起个感染吼，有这个空嘴啊，是虾米款吼，哎，就容易啊去引起到这部分的这个问题安尼吼，所以这相关吼有真济这个状况伫咧啦吼，唔是讲单一的啦吼，你也知影这通常不是单一的吼，通常唔是单一的这个啊这个因素，但是就是讲。你那是掉掉，即区那是有30%吼，30%左右，就讲十丛，有得两三丛，三丛那有三丛吼，你都卖去家己许吼，啊，即大概即区都爱放弃。啊，咱一般通常咧处理就是讲，拄看到那一挖迄个许，因为欠磷吼，拢伫下骹许吼，袂伫心尾吼，你爱知影吼。啊，这个磷的移动性，伫作物咧，伫土壤是无移动性吼，这类的掉咧，除非你用溶磷菌有法度吸收，啊那无呢，磷呢落地下就地下走袂叮当，所以伊的一个效率足歹，所以咱来用溶磷菌。啊，但是伫这个作物的体内时阵，这磷吼是移动性足悬的，伊也走来走去吼，它很容易移动吼，啊，所以出现镜头的时阵。伊拢会伫下骹歇吼，心脉袂啦吼，心脉袂缺磷，即老的会欠起有少年的食吼，老的唔敢食哩，甲家己的即个组织给它破坏掉，啊，伊会走迄个红个红个出来啊，哦，即个心脉荡漾，吼，啊，即通常伊出现的即症状，迄红个红个呢，也是出现伫即老叶、老叶啦，吼，较下骹歇啦，吼，即啊，较大型出事即歇啊，即老叶。你也是讲像这立国病来讲，伊出现这个红个呢，伫心脉哦，心脉血啊会升，下骹血正常哦，心脉血啊升哦，啊，而且伊个伫血脉这个所在是袂红，血啊白迄个所在反红，这是伊一个啊足特定的一个这种啊这个镜头啦吼、哦，所以那是啊看到就是讲一丛内底有当时你看到拄好加一挖呢，啊那是安尼，你家看到落有迄挖吼，那当家拆掉就提走。提早吼，另外迄边那是啊，无继续严重，安尼可能就全冻掉了，因为伊通常有当时啊，干那高病哦，干那高病吼，不一定会即个许安尼啊，这是运气较好的这個情形，但是通常效果无通讲介好啦，所以我咱那是看到的时阵就是讲。即丛吼，你卖去甲骨啦吼，啊，卖去甲拗吼，卖去甲摇叮当，怎甲藏伫遐呢？啊，即、這个枝条吼，等你翘起了，啊，慢慢这物件甲提走。哦，啊，迄个所在，有诶讲较紧诶，搁摕一张来贴吼、哦。你若要贴呢，处理又好吼，比如讲你乌肥啦，还是讲用即、這个乌肥，就是即个氢氮化钙，有诶叫做氢氨基化钙哦，即种啊，即乌肥爱当摕落去消毒吼，即下落了啊，甲迄个空诶所在甲砍咧，啊砍两三礼拜啊了呢，啊甲掀起掀落去通风者，啊看个净，啊你啊随甲净咧吼。差不多十丛死十丛，吼，这绝对是救袂转来吼，也是共去困安尼。所以这个在咱这方面咧操作的时阵，听众朋友一定爱小注意者吼，一定爱予伊处理过了要贴下去贴。啊，那是
贴袂拢个四枝，它会长一直探开，一直探开。啊，即区可能渐渐渐渐，就是准备爱刷位啦吼。啊，即通常那是有即、这个啊，比如讲那是较属迄个水产吼，原地水产改类种芭拉吼。啊，这种情形通常拢会较严重哦。啊，那是较沙地这种，比如讲像较溪坡啦，是讲排水较好的时阵呢，啊，这种类枯病较袂较严重哦。所以这个嘛是含排水有关啦哈、哦。啊，这爱小知影者啊，这啊目前来讲吼、哦、是无真好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方法安尼啦哈、哦。这当互你小了解者安尼哈。嗯哼。